Hello，今天是15元宵节了，然后今年是一个人过，感觉一个人的时间还是过得很慢的。然后今天我想做个啤酒鱼吃，就是。就是做剁椒鱼头。辗转反侧，将爱换来，要把你印象减退。前头的人啊，我是放肆的，但恐惧。明月是流水，我也相识一个，是真是女。神学或许是对象，面形容貌也似你小许。我再没勇气向你。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，为你着睡眠忘记，通宵倾谈，但已经到炒鱼已经在腌制了，然后我感觉这个鱼真的好腥啊，我现在全身都是鱼的那个味道。土豆都融了。那个啤酒的味道很大。